让我们掌声有请三号女嘉宾。好媳妇就是我，我就是高春华，想找媳妇找我。好，欢迎您，您好，您好。首先祝您母亲节节日快乐，好吧？来，接下来男嘉宾来，这好严肃啊。挺有眼缘的，那个是我想找的那个标准。对他的第一印象也挺好，关键就是体格太胖了。我们女嘉宾的手里拿的是她的爱情信，我们共同来看一看会是什么，好不好？来。吓我一跳啊！一个小鹿，哎，是一个小鹿。嗯，其实不是一个小鹿，您抻一下，脖儿挺长。来，男嘉宾，就您觉得他为什么要拿一个玩偶当成爱情信物呢？您猜猜，脖儿还这么长。好像找个高的。这找着了吗？是不是？他想找脖子长的。脖儿长个高的。这个都掰直了，确实挺高。来，这个女嘉宾，您是这意思吗？另外我想这个路吧，我想一路陪伴着我。啊，就是一路陪伴。而且还是长模路，是长情的陪伴，是不是？对对，哎呀，好，以后的路还要长。对，这个咱们也是刚第一次见面哈，二位呢给彼此打一个第一印象分，好不好？来，先有请我们的女嘉宾给男士打个第一印象分。99分，太高了，这基本就是满分了。哦，对呀，差不多了，是不是？是，在我心目中他表面是100%的，但是我还留了一份。他给我打99，我很满意。来，男嘉宾也给女嘉宾打一份，说打80分。哎呀，这相差太悬殊了，我一下子我的心都掉地下了。都这您的分儿减在了哪儿？这不当领导当惯了吗？一般都是愿意给身边的人进步空间，他给的空间留了很大，是不是这意思，叔叔？嗯，是。